Hello，又还是开了，你一个人要乖哦，我很乖啊，在刷你们要的东西哦，然后。今天把这边稍微净化了一下，发现好像，青红，哦，那我知道要做什么了。不好意思，乖，我要去干大事了。觉得今天不开，本来是不想开的啦。然后想想啊，算了，不知道干嘛，可以开开开开开。好，出发，继续去进化。哪一块？你？欸？咦？晶晶，哎、啊，刚那块在哪里啊？哭啊！这里是不是？罐子，红红。哎、欸，我刚记得是。青铜、罐子、啊，这里啊，好，好，我们出发，因为我不开了，哎呀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想说，就你说今天休息，我想哦，好吧，那我也休息好了。我就想到说，地形都还没进化好，就觉得好烦躁哦。这下方一个吧。嘿，啊，是这个猩红哦，白痴哦，那这个还好啊。啊，那没我的事了哎、欸！生命水晶，哭啊！没有，金红矿哇，那好像没我的事哎、欸。如果又是新，又是啊，哭应该就是这个了。超深的、欸，我在这，在这。那 今天头好痛。好啦，没事没事，你好好休息。对啊，这个，我们的啊对，然后我还有做一个东西，就是。我在这边盖了一个是浮化地形的东西，这里，这边会生浮化的怪，安安，因为我想说，东西有点难收集，那试试看孵化的怪有没有好一点，好像还好。
就这个啦，主要是要刷这个东西，它会掉一个东西叫那种是啊，维他命还是什么抗什么素东西的。啊，反正。啊，蔓延就跟阿贝求救，阿贝快这样子。那其实已经挖都挖了啦，就寇伯特是什么？哦，晶晶，对啊，其实这一块一定也没有啊，所以再来就是可能地哦。这是什么游戏？泰拉瑞亚。欸，这款游戏好歹也那个欸，世界前十名的欸。孵化者。欸，好像要打他才对欸。来吧，要个维生素吧。狗狗离开了，狗狗为什么离开？狗狗怎么就这样死掉了？第一名是啥？不知道哎、欸。今天是刚好看到一个叫做什么游戏什么东西都忘记了，然后他还做刚好介绍到泰拉瑞亚。就刚好介绍到啊。然后就点进去看，看一看就哦，泰拉瑞亚什么在今年挤进什么销售前十名，累积啦。因为毕竟不止 PC 嘛 ，Switch 也有啊，手机也有。要地下腐化。是吗？没有吧，这个的话不用地下吧？这个我在地表打过欸。我去爬吧，我去爬文看看，等我一下哦、喔。游戏泰拉瑞亚。嘿。要战斗，腐化者啊！哦，地下腐化哦，啊，那我来地表干嘛？奇怪，我记得我在地底。我在地表打过欸，那样呢？然后再确认一下。在地下。地下腐化之地，地下猩红之地。好吧，那这边不属于我了，再见。在那边挂心酸的，天啊！所以我还特地带东西过来，有跟我讲说在地下啊，真的是太让我吃惊了，太大反。哎呦喂啊！好吧，那继续挂在这边了。
可是那只恶心怪太难出了吧？恶心浮游怪。预估五点半到家，九点半到家，没事没事。嗯，他出的几率超低耶、欸，然后又只有2%几率掉，可是已经打了200多只了，就是不掉。狗狗已经抵达，来看右边这个，还是我右边也盖一个类似抖上来的墙，然后掉下去。看看呢、啊。我想说，有些人可能也在等我，也不知道干什么。好啊，就开台聊个天。反正在刷维生素啊。老板很奇怪啊，哭啊！我想说。撤了撤了撤了！我想说，我那边有一个怎么样都不会成功欸。来，我们来这边看看，先关掉这个。哇，维基没写清楚，彻底查了一遍才知道，只有猩红的地下氟化是地表油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没记错吧？那就对了。因为他有时候偷改，我也不敢保证啊。然后你。刚刚听你一提，我才想跟你讲说，我记得地表也有啊，因为我那时候我的维生素一直都在地表刷到啊，哎呦喂啊，因为之前都是玩腐化之地，所以对猩红之地不了解，不啦。好，那没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再出发。我也记得地表有啊，没事没事，现在都知道了东西，哦、好。喂，啊，开刷开刷！我自己都玩腐地，我觉得腐地就蠕虫又很好打，而且它有一个枪吧，不戳出去会持续有一个东西在那边，然后腐地的玩经过就直接死。好啦，我们继续卡这个画面。怎么说咧？脑袋掉的东西几乎都是垃圾。对啊，但是就脑袋不是就只有一样东西好的吗？
哎、欸，好扯！你们竟然趁我开台的时候，通通跑去唱歌，几百人，几百兔窝人，兔窝几百人，这只啊，不是，不是他，没那么薄。欸、我看有人很猛欸，穿黑曜石套装打完那个欸，越王欸，欸，黑曜石套装是不是也可以继续穿呢、啊？召唤师改很强，我知道他有改很强啊，只是我不知道黑曜石套装多好用。哎、欸，哎，可是我回去穿一下。很好笑，我昨天关台后又遇到了那个事件，就我把香蕉刷满了。不然就是趁开台来唱歌。我等一下就冲进去跟你们说，看谁开麦。现在是呆鱼嘛，呆鱼我要进去了，呆鱼。呆鱼我要进去喽。很扯哦，你看本来想说不想开台，想说陪陪你们还是怎样的。就想想哦，好吧，克洛伊吃饭，然后西敏出去还是怎样的，然后都解散，好吧，开台，一打开看一下 DC 啊，怎么人又变那么多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你不是要早点休息？你明天不是要去那个吗？去忙。你们今天放过呆鱼哦，他、啊、明天有重要的约会要去吗？我其实想敲个背景，往下敲。
我居然敲完了啊！傻眼，傻眼儿。好了，怪人就只示范一次咯，看一下。好。看着，好，看到没有？好，晚上了，不用看了，怪人。哎呦，满月！好像还好嘞，满月要干嘛？嗯，满月要干嘛嘞？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明天的午餐前想让教主吃好吃的，周末快乐。你怎么了？你今天怎么了？西米，你今天怎么那么可爱？你怎么了？你发生什么事情？西米，你做了什么事情？你怎么今天这么好看？没有啦，感谢西米。怎么了？你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突然对我那么好？哎、欸，我没有了。Hello， 奈博啊！发生什么事情？手机的西明这么好看？
那、啊、怎么这时候没狼人？嗯，满月呢？嗯，满月嘞！哇，伺服器只剩一个字，你才被盗，盗啥？哇、啊，耳朵好痒，掏一下。其实降到很久了，但是之前雀魂氪很多。等一下哦。这个是什么？各位，我们暂停一下，看一下雀魂哦。我先关掉声音，设置。好，没人要打啦，等一下，我只是看一下雀魂怎么。刚刚。我的神様を待たせるとは、随分な度胸ではないか。わらわに気に入られているとはいえ、何でも許されると思わないことじゃ、人間。你们要吗？还是你们都输入过了？没有啦。哎、欸，我要换主题了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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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提平嘛，来哦，我家弄好了，那我贴在日麻区哦，嗯。金鬼摩罗伊雾影刹那大致上的资讯补上去，还有一些鬼的特性有些小改动，距离资讯啊，我已经按照好的，谢谢泰厄，感谢，不会啦，感谢泡芙，感谢我们的那个香精泡芙。好，感谢，好了。好了，我们画面回来了。其实我不敢挂地表，一个原因是因为那个，如果遇到血月，还好啦。那个遇到 boss 事件的话，遇到 boss 的话，啊，我一下就死掉了，然后死掉就回家了。那再来可能会遇到那个打完那个，石像之后的日食那个不是会穿墙吗？到时候你会看到一只大巨大的鹅跑来咬我们，好多藏宝图哟！谢谢教主，是我不是我是要感谢炮虎，哎、欸，狼人骑士，我在右边，狼人骑士。吸吸吸吸，好吸死吸！
坐下。哎、欸，教主安安 ，Hello Hello。歌还是开了，但他们背叛我，跑去唱歌了。他们这群叛徒跑去唱歌了。哇，都有一斤耶，天啊。我等下白天去买泡泡好了。我要做机关。哎、欸，阿克洛伊，你们那个地图，应该说西敏，你们那个地图什么时候才想要那个、啊？还想要打地狱？你们应该是一样，都是先那个，先弄好那个嘛，规划的整地之类的。我们继续去挂那个商店，就有了，卖掉卖掉。有吗？没有挂。哎、欸，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，你家啦，就走这儿。哦、嗯，把这个关掉，好。我换换看衣服。哦，好长哦，不行，我觉得黑曜石还是很棒哎。这攻速哦，还是继续用这个好了。召唤物少一点没关系。看到藏宝图就会想到我一个朋友，之前有一次打这全 boss 的，就用藏宝地图，极度浪费钱。对，那个那时候那个谁，我们之前有个干爹也不知道，他就一拿到那把枪，他就很开心的在我面前刷。然后刷的过程咧，他把钱全部花光了，然后说可以再借我钱吗？我说好啊。然后打完又说，哎、欸，可以再借我钱吗？我说为什么你钱花那么快？我说都打在他们身上了。啊，害人不浅的东西。啊。
还是我等下自己打打看呢、啊？要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生活，我怎么看不到底经？那时候想说，小鱼说：“哎、欸，地上这个球是什么？圆圆的东西。”我想说：“啊，还有新增什么东西我没看过的？”走过去看，蓝色浆果球，那个 1.2 就有的东西。我想说，小鱼，那是燃料啊，小鱼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蘑菇会在这？等一下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蘑菇会收到这附近？不对哦。Egg 是谁把蘑菇收进来？好烦欸，要一个个找了。哪个缺德的？到底是哪个缺德的把蘑菇放在这儿？缺德鬼啊！我来打打看，关掉，然后别看我，看你要干嘛？我为什么要看你？啊，来打打看。海盗入侵，去海盗入侵，我还会怕吗？怕死哦！哦，妹妹只能三阶啊，这边还可以点。妹妹在一阶，好的。哎、欸，那这可以丢出去吗？秋道冰刺，哦，尖球。坏哦！跳跳跳跳跳，火力送，跳火力用，你怎么过得来？海盗船出现了，哎、欸，都挥不到、哦。哎、欸，对我这个大肉棒，对不起，火腿棍。打不到还算了。
说不通，那是假的。那这个嘞，这个有伤害吗？啊！下去了。没有。对，没有。哇，这太多了吧，卖掉了吧，天啊！哎，你不是要用绿戒吗？啊，对，绿戒坏掉了，对不起。感谢秀秀的3000块。你好穷。啊，那怎么办？你好穷欸。啊靠。欸，你为什么每次都趁小鱼休假的时候都不在啊？那小鱼很想跟你玩吗？但你却这样对他。你这样一点也都不优秀哦。哦，哇，这个好像有点强哎！哎呦，我在上班听到你说话，我没开声音。谢谢妈，你好丑。你怎么这么丑啊？等我下班再说一次哦、喔。那这有什么问题？来来来来来，你好丑哦、喔！你还听几次？让你听。啊，这有什么问题呢？原来我不会中文，会啦。那如果教你我爱你怎么念，要不要？不要，走开。又来偷咬。这是船海盗旗，哪一个？但我刚刚听到你说这种店里的手机播，等电视上你看到好丑。你刚刚不是说你没有开声音吗？我刚刚其实是在吊你啦，你在那边在骗呢、啊。哦，秀秀你好扯，你连我都骗欸。
该不会是坐骑吧？买到船吗？没有。这里完全没玩过，好可怕的境界！什么东西好可怕的境界？你说现在这个画面吗？没有啦，海盗船其实很好玩呐，赚钱的，赚钱的。哦哦哦！哦，我跟你干，我跟你干，我跟你干！我给你。可以逼你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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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逼你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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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。周围的空气越来越冷，完了，骷髅王要出现了吗？你快点呐、啊！等下骷髅王出现，两分钟吧。27斤哎，只用同行，嘿嘿，不行，刚这个可放置啊。这个吗？哦，我会飞了！呼呼，呼呼呼！这好像是永久飞的，这不会降落的。这好像，对，这个不会降落的哦。欸，没想到运气这么好欸。因为那时候刷肉墙也是第一次就刷到坐骑，哎呦！好，这样子我盖东西方便多了，天啊！哎呦喂，哎呦哎，干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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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不能爬升，可以啊，这可以啊。只能海盗船有飞船，对啊，然后啊，荧幕外面，然后啥？让我等一下，我想一下要说啥。然后就每个事件都有啊，那个要大师模式才有啦。大师模式才有的飞船，那怎么可能还会升？好，我们回去地表检查一下。我想说家里上面这些太多了，想说全部移到这边来。哇，今天怎样？这边老鼠是的，老鼠松鼠，松鼠松鼠松鼠。吧，臭臭发达了没有啦？他其实很穷，还要赚钱养我，还不会被我嘴，真的很可怜。秀秀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？秀秀。他还在那边，他还在那边说，他上班没有开声音，然后听不到讲话，要等我回来再说。我说好，没问题。一直讲他丑丑丑丑丑，他就说，我听到了哦，什么之类的。
哇，骗子！你这个骗子，骗子，骗子！海盗旗，然后其实就是要配那个啦，这把弓就是要配圣剑才好看又好用。我就是把那个什么，一些旗子改挂在这边吧，因为这其实范围也都吃得到啊，到这边都还是吃得到，所以这边应该都先拆掉了，再看哪些没有，再慢慢塞。啊，我们玩那么久了，我们再去看一下蔓延有没有增加，有的话我就哭了。还是5%，好。转圈哦 ，F 5，哎，对 ，F 5就好喽。敲错了，小鱼要骂人了。看一下，现在29薄币耶！好了，我们继续刷吧。看一下哦、喔，哦，哎呦！我有点痛。哎，上来啊！你上来啊！完了，他下去了。好，没有我的幻觉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挂这边完全不会生血腥的怪，这边好像判定一般环境太多，所以我其实应该要移到下面这边欸。你看都是生一般的怪，反正上面的血腥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读到。现在的环境判定我真的好不懂，不像以前。以前就好懂很多，来上去上去，来，对，看一下喔，这边的话改，到时候你们要盖这种东西再我再去帮你们用，不是用啦，就是我在看你们用。反正你现在我这边是环，就是神圣环境，所以会喷这个光明之魂。像我左边那边就是那个邪恶的环境嘛，就会喷暗影之魂。那、啊、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上面就是不出这只怪给我，好烦躁、喔。
烦躁。我想把左边那个移到就是下面看看。可是现在要移的话，一个人打很辛苦。你看，右边这边，我说挂这边有另外一个原因呢、啊，是那个要找一个叫做混沌金，那个有机会升，可是我今天还没看到它。好的，这真的很白痴哎、欸，冲到这下面来。啊啦，有好多钱哦、喔！他就他就他，没有掉。三折地图几个？几个三折地图？六折地图？对，六折地图。你要一直动才会刷出来，动什么？动什么东西？你是说血腥的怪吗？没有啊，你没看到我刚刚挂在这边？你看，没有啊，就是。我觉得上面这个我要把它移到这边来了啦，就移下来，然后看看左右会不会生血腥的怪，因为上面的猩红地面其他都是一般方块，然后猩红又离你的角色太远，所以猩红很少刷。这么一说，你的意思是，我看一下哦。哦，对耶，等一下 我放大看一下。没有啊，我放大，其实它上面是会升的耶，它上面其实范围是够的啊。很小，不然太近了，我觉得不是。你看，我连背景都不是红色的耶，那你看哦、喔，这边。变成圣了，靠，要哭了，又蔓延下来了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算了算了，混沌金要刷出来的话，要一直动。哦，哦，你是说混沌金哦？所以才会有人空白键卡着，是不是？哦，难怪我那时候效率这么差。谢谢。好，我来开工喽。我留一片墙好了。
你看宁芙来了，你看看看这只，这就是宁芙啊。好了，死了。你看啊，金属探测器，看到没有？就说常常在施工还是怎样的时候就会刷出来啊，啊刷出来就死的。哎呦！有没有金属探测器？有，他是美女 NPC。有，那时候第一次遇到他，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东西。哦，不，应该说我知道他是什么东西，但是当时是一个干爹遇到的。哎呦喂，要熟了，要熟了，要煮要熟了，要煮要熟了。300格哈，记得。一、二、三、欸，会蔓延过去，不行不行不行。一点安安，哎，有声了哎、欸。哎呦，歌变了，歌变了。哎，不对，这边少一块。又搞要死了。卖掉，刺激你们，那不用急啦，因为我相信你们现在也很急，只是真的去盖东西，盖一盖它就会自然会出现了。怎么没关门？怎么没关门？
那这样这边还会升吗？我去看一下哦。哎，还是会升哎。啊，那不就是跟以前那样子一样了吗？只要有平台就好了啊！我做什么环境啊？天哪！哎呦 ！You had to go, he called my name. You had to go, he come to me.去你的，我打不赢，打不赢。那我想到办法了，就是我其实想保留这一块。就是我等下可以让右边升，就是如果跟以前一样的话，尽量这样子。好，来啊，真怪咯。然后把这关掉，看一下右边会不会生血腥的怪。有，果然。那，那这就没问题啦。啊，其实弄半天，结果刷怪的方式跟以前一样，结果啊，没有啦，也不是说以前一样啦，有还是有变比较复，也不是复杂啊。但环境改成这样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弄欸。因为你看。他其实就是想说，奇怪，都不上面不升怪，你说太近嘛？那其实我有发现说，猩红的怪都是从上面跑下来的。那这样子，他这边就即将放东西，他就升在这上面，然后走过来的意思而已啊，对吧？那让右边更好走过来的方法就是，等一下哦，好。就是我们把这边全部，哎呦，看臭虫，能不能补太过去？哎呦呦呦，这么会射哦！啊，这么会射哦！
好了，这样理论上右边只会生血腥的怪了。他会生这个啊，情有可原啦、啊，因为我这边如果再放再过去一点的话，这边会生那个，不对哦，想到方法，想到方法，想到方法了，我想到方法了。等一下，我有想法，好了，因为岩浆上面不会生怪。好嘞，把墙加厚就可以贴到最里面了，只是美观上有点。我知道，没事，右边不会再有人过去了。那么其实玩泰拉瑞亚真的好玩，就是你可以改造一些东西，好玩。好好玩，啊，反正你看我后面其实材料真的都不缺嘛，也不是都不缺啦，就那种农场挂一挂、刷一刷就有了，啊，就是提前做好准备。所以那时候小鱼也都说，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在坚持一些事情，不知道做什么。哦，没办法，我也觉得我有时候根本不需要坚持一些东西。看白痴，但就是抱着长久玩下去的话，啊，这些坚持是几点点。啊，再來就是这边的啦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我想保留这个，因为它这个亮亮的，我觉得很好看，所以我就保留了下来。但是，啊，如果，没有如果，哎，我没有如果，好了，就这样了。哎，谁敲我？看一下，好跑。好喂，聊天咯，没事做咯，再想一下左边要放什么来刷好。但是繁星的坚持都让最后成果变得很便利，就是很浪费时间啊。但是就是讲了嘛，这些时间换来的是一些便利的东西啊。那怎么下面会有蝙蝠？等一下哦，不对哦。来找一下为什么下面会有蝙蝠，一定有什么方块没有敲到，我们来找一下。怎样，该不会是火把上面也算吧。来，我们开始找、哦、这里一定是这个，找一下它在哪。这个，你看
表示没挖干净，没挖干净就是会生蝙蝠，所以我们要再找一下。啊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个敲掉主要是因为怪可能会生在下面，会影响那个生怪的效率。还有吗？哦，没了。哎呦！呜呼呼！十块，那我盖在下面这边好了。You had it going, for mining, you had it. 怎么办？真的好困扰，就怕会蔓延过来啊！没敲就会生怪哦。对，你想象就是麦块，麦块你只要有平台，它就会生怪的意思。啊，我想保留这个，但是保留的话，这边啊算了，生普通怪给它生吧。那就给他升吧，来，我们继续挂网。那其实这边可以买那个运输带，把一些打到的东西运到中间来。那左边都升这个，我觉得好丑。之后应该会改成那个用传送器，然后顺进来，因为后面这边就可以改用那个运输带吧，不然你看东西喷的到处都是。万能岩浆，对啊，啊，多放一点好了。所以其实当时有。这个岩浆桶出现的时候，我很开心。好像也不能太多哎，钱啊，果然没钱了。就是岩浆会烧掉钱。三四。应该够吧？哎呦，我本来是想要这边放泡泡，然后就是烧他们这边。等一下哦，钱被烧了，没错，你有错啦。这里商店买一个这个走，哎呦，装饰一下下面好了，哎嘿，然后。把一个磁铁放在保险箱里。那我刚才要干嘛？妈妈妈妈妈，好，迪斯科舞厅。
等能进成人神庙后，拆解手机关能刷得更快哦。你是说尖刺或是落石往地上这边哦？对啊，没办法，还要等啊。对，放这个，然后这个东西也真的是很棒啦。Yeah， 吸进来，吸进来。然后其实啊，可以拐一个 NPC 住在这边。不如心动，不如马上行动。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这边环境 NPC 应该不会住啊。等一下、喔，放在这里。毒标也能放，毒标一滴一滴，我觉得还好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了，毒标陷阱是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在地板放毒标？是杀小动物吗？还是杀蝙蝠？哎、欸，小兔兔 ，You， 你哥，我要捡什么？村庄区好像会降低生怪效啊，对呢。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想起来了，谢谢谢谢。那我不做了。谢谢你，男人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剑带走又放被。等一下哦，啊，那个魔法剑带又被放去哪了？哎、欸，我会抓狂哦！魔法剑带呢？跑哪去了？是丛林的毒标反而血量低的时候被毒就射死。等一下，我们先去找一下。被烧了？不是啦，刚刚有一个魔法剑带，刚刚自动分类的时候有存进去，那现在我要找回来。哎呦，这个不是啊，这无尽剑带啊，而这一定是番茄做的，这边没有啊。要我上线陪你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你好好休息吧，这边可能随时也会关啊。哎，去你的嘞，到底在哪里？一个一个找吧。哦，找完应该要睡觉了吧。对，制品第二箱，这里，哎呦哎，啊，怎么会存进来？不对啊，它自动存进来，表示，哎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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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真的要上来也可以啦，看你要挂哪边，你要挂哪边都可以。哇啦，哇啦。现在有很多地方可以让你挂网，你要看要挂蜘蛛啊，挂这里啊，还是挂这里啊，都可以。
我刚刚很努力在看第二箱哎，竟然还看错啊！惨了惨了惨了！不然你要上来也可以啊，你要吗？你要上来，我要来改个东西。没事，我怕你太累，今天就不要好了。这还好啦，想说你出去玩还要回来，那等一下可能又要死很多趟。我先去更新抓鬼好了，对，你更新一下哦、喔。啊，有点久。我等我一下。嗯，这里。别喷了，别喷了！对，我是想要这样子挡啊，但没对齐，很爽没？哦，这样应该就好了。耶嘿，躲起来。嗯，这么低的吗？我喷太大力口水了。好，这样子。然后这也太大只，是不是？减肥呀、啊！然后上面这应该也不用了吧？我觉得生都快变慢了，应该不是我的错觉吧。
哦，有了有了，有声音了。噔噔噔。好了。啊，好了，我们就来刷那个吧。可是那只没有出现呢、欸，是要换地方刷。哎、欸，这个也不行啊、喔。我去你的！我去你大爷！啊，往右边盖一点就好了，它偏左边。你大爷，终究是你大爷。好了，又弄好了，天哪！这是卡着哎、欸，我是要救救他、啊。跑跑跑跑跑！啊！来，生命果。啊，锤子！怎么会自动关啊？
这样子嘞。没有，我刚想像，我刚是想上去敲啊。至少这边完成了啦。安安你好，你好安安。警察这边有蔓延啊，很好，非常好，没有。啊，最喜欢就是改造东西了啊。啊，我会看，我也会，哎，杀怪计数器。哦，不是哦，白痴。用那种不会飞的召唤物在岩浆里面，会不会烧滚开？会啊，就是这个啊。那这个的话，其实我要再站高一点，所以我其实要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妹妹有时候秀抖秀抖的，我那时候试过把平台弄到上面，然后妹妹是打得到，可是我动一下我就会死，因为我会泡到岩浆。啊，熟了。下一个倒三角形的怪怪虽然会流传很多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之前盖过了，我之前有试过那个倒，就是这边嘛，这样倒三角形对不对？可是被吓的怪也会很流畅的飞出去啊。他们会贴着然后往下啦。机械骷髅头，骷髅头。所以我那时候不是有一个地图是那个啊，之后改盖那个好了，就是怪会传进来但传不出去的设计，都很吵，一直叮叮叮叮叮。啊。好了，这边好像差不多了，我们改盖隔壁的吧。刷不到，原来有这么难刷哦。看来还是伏地比较好。好啦，没有那只恶心怪，来换另外一边。那、为什么？
哇，死的好冤枉啊！哎，换这边，不好在这里。然后这个要换，这边想要改那个。好啦，开到十点好了。最近体力比较不行了啊，开太晚，想补眠了。都看吧，明天睡醒再来搞这个东西。你看我这边就是，意思就是。有两个平台嘛，就是上面可能会升，这边也可能会升啊，这边也可能会升，所以，我原本盖那个嘛，那天是盖在这边，然后那个是红色的，然后敲掉之后，我想说不要靠太这边好了，钓鱼会钓不到鱼，然后就盖在这边，结果这边的三个 NPC 直接搬家，说这边不适合住人啊，然后就再往右边盖。是我直接盖上面一点，这边也是吧？哎，这好像可以耶。哎呦，等一下哦，好像很有想法哦。啊，没力了，黄金没力号。用坐骑，对呢，哇，怎么那么翘啊？天哪！完全忘记我有坐骑了哎！天哪，繁星，你在撒几点的啊？不是有飞船吗？忘了吗？哎，第一次坐飞船呢。好方便哦，它不像朱砂作息。看一下我的位置在这儿。多少？260，应该在这里。这里。
啊吧吧吧吧啊吧吧吧吧吧吧。那会生怪吗？啊，哭哭哭哭哭哭！你更新抓，你抓鬼更新好了，你想抓是不是？哎呦，你很勇哦！你是现在天不怕地不怕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要不要穿女装？哦哦，画面好白，好好舒服，舒服舒服。他更新验证突然失败，对啊，他今天就很奇怪啊。我今天也是更新验证很久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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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想到了会这样子。再说一次，你想听哪一句？请问秀秀啊，想听哪一句啊？听，同事都听到的那一句话，还是？最香秀秀最棒的，哦你哦，个人听到了，还敢上班探台呀、啊？还敢上班看台呀、啊？我傻眼，我也傻眼啊！你，
欸，干，就是因为你说你那个，你在你没有办法听声音之类的，我才敢讲那种话、欸。你先骗我的，那、啊、造成说你就这样子弄了你自己哦，真的是很可惜，不很可惜，很可惜耶。好了，这样应该够了。哦，嗯嗯嗯嗯嗯。冰杖，椅子放这里，坐下。反正你说什么没有，说什么。反正你没说什么，我要放着听听。我没说什么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这个人行得正，坐得远啊。干嘛？哎，不是哎、欸，下面还有怪吗？有哎、欸，哇，我再想想哦。画怪，几只还没打到。教主安安，兔兔安安，你好，你好，兔兔你好。怎么？我想要怎么搞？不如就让史莱姆跳下去好了。好像不是不行诶。来，我们继续改，我们继续改。我们可是爱舅舅哦。不要太嚣张哦！我是吃肉的兔子哦。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，我也是吃肉的史莱姆哦。是这样就好了、啊，我试试看哦、喔。反正我们要有实验的精神。水蜡子，摆放这里，这里，好的。来来来来，
看看我们。也、欸、要掉下去了、欸，不其实应该是要放这里、啊。来来来来，我们再继续第二次改造，这样子。好喂，好了，秀秀，你想听什么？不是啊，总是生这种怪。好喂，死了，好哎、欸。对了，教主中午观台有听到是转播到别台、欸，然后嘞。啊，没有没有没有人开台啊，那时间没人开台，我就没有转了。好喂，好玩游戏。汉堡存进去。会飞吗？不会飞的话比较好打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那这样子的话，等一下哦、喔。走开哦、喔，走开哦、喔，走开哦、喔。好，来，这是我们的 V3 啊。你挂台挂到睡着了哦，那应该是没有啦，我没有倒。拜托，给我往下走哦。换零下去，嘿嘿，你靠哭啊，好恐怖哦，好恐怖哦。要挂哪里啊？挂楼下。哎、欸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各位就是要刷这个，不愧是我们的 Plus。挂在这。好了，我们挂到这个。这是来干嘛的嘞？来，我们现在回家测试示范一次。五化最难刷怪的人就在这个蠕虫一出来就死。对，这个这些材料啊，哎、欸，好像现成就有了。好，哎、欸，不，等一下哦。这个抛光剂再加这个，你看，一个是对破损盔甲免疫。那个是对软弱免疫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 debuff 免疫，然后就可以合这个东西，什么盔甲背带，方便。那再来继续，就是这些都是已经合好的，他们刚吵架，现在合好了。然后这三个，这五样东西可以合成这个，看。免疫大部分的效果，再加上身上这个东西，噔噔，
对火块免疫，对大部分免疫，就这个东西。噔噔，好，去找哥布林。哇，我今天弄了半天，结果最后还是在那边打到的。哦，天哪！每次弄东西都弄很久，真的会勇猛。我不勇，我不要猛，我要硬硬。硬不是，硬快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哎，有了有了，这个好了，硬邦邦。哎、欸，还记得我们烧早多少钱吗？19薄币。所以赶快，就是钱不用怕不赚不够赚。你看我，看看我。那这个应该可以用梅梅了吧？啊，算了。啊，看一下哦，现在包包是马蹄铁。哎、欸，马蹄铁。哦，我有东西存在银行里面是不是。这就麻烦了哎、欸！怎么感觉两天没玩地图被盖了很多东西？拜托，有我在、欸。算了，妹妹，你还是下去吧，妹妹。猪根，本来想说今天都没人的话，就把这边再移平一点，啊，平，直接直奔过来，直奔萃取液。好诶、欸，开心开心啊！哎呦，没事。好，来去问一下，十点了，刚好刚好。5%，拜托5%，5%，应该是确定固定好了啦。6%我会哭。好，商店，对他其实这边就可以买翅膀了。反正诶、欸，那个谁，隔壁的。买得到的翅膀都很廉价，都不是很好用，过度用的。啊，欸、我完全没有在武器，我都没有做这个东西耶，做毒药。嗯，腐化者旗帜，改一下。哦。哦，不一样，对，不一样。哎呀，下面这些，清一清。移平要很久吧？其实，诶、欸，平的话很快。就是说，你看哦，这样我们这边不是落差一个下去的吗？我们那时候想要地平计划，就是全部平过去了。但是你看，光是平到这边，我们要不知道补多少方块了。后来我们就妥协是之前的地图啦，把那时候平大概平到这边，
但是有这种这么深的，我们就想说啊，干脆就斜坡下去了，有没有？那最后会再斜坡回来，因为这个在地表，不不，在高处，所以你看我们家的地势其实偏高。泥土炸弹是填土最佳方法，我知道啊。欸、对，泥土炸弹是要先把湿的炸弹拿在手上变干，对不对？章鱼抵达。去死吧，小王八蛋们！换。好的，那就到这边接近尾声啊，也结果打到了、欸，天哪，那盖个箱子好了，啊，再加放一个箱子，放装备，暗堡。不用泥土炸弹，只要不啦，我是说那个啦，潮湿炸弹，那个，哦，对，干炸弹，好的，然后不是有的话，它就会卖了吗？哦，对。那、啊、是什么意思？你身上要有就会卖，是不是？那这样子嘞？哦，这样就没有卖了哦。哦，你要带着才能买哦。哇，那这很重要哎，不能全换掉你。我知道还有岩浆炸弹什么的。带过去。哎，那地平计划真的有机会达成吗？我的天哪！先睡了，晚安。好的，晚安。啊、哦，好嘞，差不多了，感谢大家。等一下、哦，明天礼拜一了，哎、欸，对，礼拜日哦，日啊，礼拜哦，红点，明天礼拜日啊，不知道哎，到时候看你们吧，再看你们吧，有没有想玩其他游戏？抓鬼也可以。哦，凝胶这么多了、哦，好，火把，辛苦了，你都可以啊，那你去穿，那你就去穿吧。既然你都可以的话啊，没有啦，不要欺负你。我没有什么可以打的王嘞，我现在伤害这个55，击败敌人后，哇，有治愈效果哎，这把太猛了吧！嗯，好吧，来去睡觉了。不行，我现在这状况打不太好打。
好啦，这就是目前我们的地图进度。那这是昨天早上进化的地方。然后，这是阿贝，阿贝是进化这一区，这一区。然后那时候进化是想说从这边到这边，然后神圣地形是这边到这边。好，感谢各位啦。所以现在有三个挂钱的地方了，之后还会盖啦，还会盖一些设施，就是目前，商人呢，现在看到，一模一样的衣服，加长钩爪，超亮火把。哦，对，就是。挂机目前一个，然后两个、三个，这样。哦，有虫。对啊，之后看状况嘛。哎，我漏掉一个，是不是？啊，之后看状况，那再把。哦，我之前有一个设计师啊，我去开给你看好了。多人，不过要开另外一只角色，不然我下去会死。我想一下哦，2017，应该是这一张。秀秀，你不是要听吗？你还在吗？有个信号。哦，对，这张，我这里吧，然后往上，对，然后是这个机关。这个是原理哦，原理这样。晚安，大安。你看这边哦，这个东西，右下角这个东西。这其实没有什么原理啊，就是连闪啊，然后它是利用，就是因为这个就跟自动活塞一样，就是时间到往外推、往外缩这样子，然后你就是不用怕说钱没有喷到身上来。那你看哦，比如说这个稿子好了，丢出去，我家最爱，我家最爱，好了，就这个啊。出去，我那时候本来想在蜘蛛区盖这个射击，可是我发现那边空间不够。哎，你看回来了。那这边是那时候早期的蜘蛛区，那时候没有控制好，不然把这边炸到只剩下这么一点点。所以就每个设施都是经历很多失败才到的。你看这样子东西又喷进来。啊，就是每个设施其实都经历过很多。有没有那个啊？
没看到欸。好像没有欸。嗯，然后其实当时这张地图有个很不错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鼻子往下挖，那右边刚好插进这个，哎，刚好插进这个大理石。啊，这个也是一样，就是开关啊，咔咔咔咔。那其实这个当时还蛮容易故障的哦。那我当时其实这个盖的也很失败，是因为看到右边这些史莱姆的有没有？这是真的找了三个人一起帮我填的，但是那时候不了解环境是什么东西，因为史莱姆方块算是森林环境的东西。导致就是说，其实这边森林环境很严重。森林环境很严重，就会出那个骷髅弓箭手跟骷髅战士。然后当时挂在这边的时候，超多标枪的。好啦，就。介绍到这边，感谢各位。听起来我快睡着了吧？晚安，晚安。这是什么设施？就挂钱啊，挂机用的。我都随便刷个光魂就 不管了，没办法、啊，因为懒惰，你要获得更方便的东西，你必须要勤奋一点，才有资格给他懒惰。就秀秀不在。好吧，想说讲好听的话给大家听。然后这个啦，主要是我们要刷到这个东西，优惠卡，商店的价格降低 20%。 你看哦，比如说哥布林工匠这个铜柱，你们注意看哦，那个隔壁的玩那个困难之后海盗世界，你们主要是刷这个东西。这个看好，我重铸一次21斤对不对？然后穿上去变16斤，有吗？就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是把这个放在哥布林工匠附近，有刷到就大家共同使用，所以，哎，好，那感谢大家，我们去找看看有谁可以降肉。嗯，昨天也是听尤里子听到睡着，那主要是他那个啦。那啥，哦，他跑去玩那个 iPad，iPad 我又没玩，然后啊 ，iPad 就算了 ，iPad 的话我就算了，嗯，哎，好多人开台，好多，天哪，你来看谁的，他装去。去摩卡的台，来了，我要带你们去一个胭脂精灵，恶魔，每次讲他精灵，他都生气。胭脂恶魔的台，哎，就其实也是我蛮照顾的一个啦。创作者工作室啊，你们可以过去啊，喜欢听的听啊，没有要听的可以。到时候再离开，好啊，抱歉啦，今天一个人而已，没有什么好笑的画面。OK， 储存好啦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